那它又叫什么？又叫抱抱虾。哇！抱抱抱抱！抱太多虾了。哇！抱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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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抱！台湾钓鱼社长，我是邱毅龙，今天回锅啦！今天回到哪里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们这边是太平洋钓虾场。对，他是太平洋钓虾场的老板哦，年轻老板哦。对，谢谢。上次你叫我来钓什么？草虾。草虾。对。那这一次要钓什么？今天我们钓斑节虾。斑节虾。对。草虾和斑节虾有什么不同？基本上。它斑节虾就是小只的明虾啦，明虾，对，就是小只的明虾，长大就变明虾了。真的还假的？真的。那你这边怎么收费？这边收费一小时是450，接下来每加一小时就400这样，去干价。所以钓明虾这样的价钱也不算贵啦哈、不算贵啦。哎呀，斑节虾成本很高啊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钓法？特别的钓法、其实就跟草虾钓法是一样的，那就是用一个梅花钩或者是两门的水滴钩都可以。哎，杆子建议呢？杆子建议越短越好，差不多40、30、40就可以了。我有准备一只啊，你帮我解释一下好不好？这一只杆子是？这一只杆子5尺，5尺还可以的哦。可以的，这只可以的，40、50都可以。那梅花钩？梅花钩，很标准。我数一下好不好？梅花钩几钩？2、4、6、8、10。十钩的。很多人说钓虾不能用梅花钩，其实钓草虾跟斑节虾是可以的，但泰国虾不行。泰国虾不行，不能拿到旁边去钓了。不行。所以，我想再请问一个问题，好不好？钓斑节虾是要不要打？轻轻的提上来就可以。那因为我们这次斑节虾比较大只，可能要轻轻的打一下，让它刺进去，这样比较好起钩。那它又叫什么？又叫抱抱虾。所以每钓一只的时候，如果有带女朋友来的话，要抱一下，抱一下啊，抱一下。好，那我就钓钓看喽。好啊，好吧，好 ，OK。OK。特写一下。海冲，一样把它梅花钩，对，钩满，对，缠绕上去，钩满就可以了。老板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哎，抱抱虾，我听说一次有办法钓一个钩子钓两三门，可以啊，两三只起，对，两三只可以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抱抱虾，它在救饵的时候，它是看到肉，它就会过来。集体强饵，对，他这个救饵速度很凶啊，很凶哦。刚刚得到一个消息，老板说呢，把铅加在梅花钩的上面哦，让它快速的沉下，形成刚好到底这个状况，就是最好的钓棚。因为这个是拼时间的，很快就救饵了。老板说他抢饵抢很凶，所以让他快速落下是有道理。等一下，来，我现在发现一件奇特的事，老板你拿起来再放一次。我中虾了，太容易了，再一次。老板呢，把那个浮标调离水面只有一目而已。来，你看老板，这里一目而已，只要动就打，又来了。下去了。
有来吃，有去闹就可以打。这个比炒虾三秒还快，对，只有一秒。现在呢，邱社长找老板 PK， 好来，好啦，我现在勾一点点就好了，左边勾，右边空勾，对，来，再试试看，好。小 baby， 真的勾到哎，真的勾到空勾那一边哎。老板也不说，我刚才用到小的梅花钩，原来梅花钩有分大小，看到没有？哦，一个是小的，一个是大的，我现在要换大的，吊爆你的池子！好，当啦，我换大只的了，吊爆老板！你确定你不要换？不用，我没关系。你真的没关系？没关系。好。这样子的话，左右旋转都应该是会中。我试试看。哦。哦。明显的勾到的机会就比较大了。所以呢，要准备大的，知道吗？老板说呢，这是爆爆虾，因为它抢饵很快，它会爆住饵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跟我的老婆要比赛一下，如果中虾的人呢，输的人就要爆他一下，那输的爆赢的，好，输的爆赢的，好，来开始，开始，哎，要抢我位置，过去一点，爆爆虾，我可不可以故意输？哦耶！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抱抱一下，再来，快点！我怎么没有中？我没有要你抱我啦，我只是想要中虾。这个呢，非常适合情侣来钓虾，因为它叫做抱抱虾。哦，中虾，中虾！哇！虾真好玩。老板说钓边边。
到边边就有了。再来。我勾刚有勾到说，喂，哦，好玩哦，没事，钓的怎么样？哦，还好吗？体验的还不错，体验的还不错，嗯，哇，那么多，这算多还是算少？来来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算多了吧？对啊，多了。对啊。这个番茄虾怎么让你比较好吃？因为番茄虾，因为它本身很清甜，建议就是做咸酱或咸酥的都好吃。咸酱？对，咸酱就是米酒、蒜头、辣椒、姜去做味煮这样。那我想试试看，可以吗？好啊，好啊。真的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那你帮我弄一下。来来来，麻烦你处理，不会不会。好，那我们也差不多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了，不要再掉了。OK。来来，走走走，吃虾吃虾。好。我最喜欢就是节目要结束之前要吃东西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烤东西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哎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这么快？好了，好了。番茄现在已经说，这个是咸酱的，咸酱的，对对对，这个是咸酥的，咸酥的，对对对。那你先帮我放在桌上，好，好不好？我再拿一些烤的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我觉得我最喜欢来太平洋钓虾，就是因为它有附设烤肉区。社长最爱吃烤肉。自己拿，自己拿，自己拿。社长请客耶！哇，我们已经夹好了，准备来去烤肉喽。招牌羊肉包，我又没有点这个。我们招待的，招待的，招待的，叫什么？招牌羊肉包，这个冬天来说算是蛮人气蛮高的一样产品。这多少钱？这一份200块而已。200块而已。对对对。这么多量？对对对。便宜，谢谢老板。不会不会，我下次还要再来。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好了，吃东西吃东西。多吃一点啦。嗨哈喽，我们已经在太平洋钓虾，钓完虾啦哦。其实呢，开节目钓虾钓鱼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吃饭。对了，最重要的就是吃饭喽。喜欢我们的频道，在下面帮我们按订阅，顺便按个赞啊、哦。下次可以到哪里去钓虾呢？今天节目到此结束喽，拜拜。拜拜。小班长，辛苦你了，来吃饭啦。可以啊，我全部都拍了。这个是搬不掉的，这衣服真的太软，夹不动。安哥要不要来一碗？好好，这是他的招牌，招牌对，200块很便宜。羊肉包啊，对啊。